看我这慢慢，你看都抖出来，都拉出来了，这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怎么不是？这面条不就是这样吗？面条，这面你给弄成条不就完了吗？嗯，待会儿你自己尝尝吧，味道肯定特别筋，肯定特筋的。瞧我这，跟人家那正经拉面其实一个道理，只不过我这袖珍一点。看我还案板上，我怎么还要抽打？肯定特筋的。这么一条面，我觉得啊越拉越好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看你瞧这多棒！哎，你瞧瞧多好，多好！因为我现在两边我也稍微给它用点力，撑着。哎，这，哎，你看这拉的又快又好。不要老笑。这种态度特别不好，就老在旁边看笑话。没看笑话，我觉得你太奇怪了，哪有这么做面的呀？我再补拉两下这条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都是手法，这都是技巧。看我这个嘴给拉成九叶儿。九叶儿，你没吃过拉面吗？分什么九叶儿、毛细、二细，这都是专业术语。太搞笑了，我看。多有趣啊！你瞧，嘿，越拉越长，说明我这个手法现在越来越，而且实力也是均匀。我觉得练过点武术，对于厨艺我觉得还是有点帮助的，就各种融会贯通，就如何发力，是吧？锅开了，把咱这面条下去看看吧。可以倒油吗？可以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感觉像煮豆角一样。对，因为咱们这是菠菜面。现在是夜里。马上就要11点了，因为包饺子剩下点面。这个啊，先把这个面烙到咱们最好的这汁儿里。这个跟这里的量稍微拌的，有点酱油、醋、盐什么的，葱和蒜。哦，我知道，然后你就直接倒油是吧？然后来点辣椒。啊。嗯，泼一个试试。啊，有一点少哈。觉得还行。行吧，再怎么着，一碗油泼面。拌吧，好了，端出去尝尝吧。我尝尝我这油泼面怎么样啊？闻着还挺香的，好吃吗？嗯，别说我这纯手工的小扯面还挺筋的，然后，嗯。也是那么个味儿，我觉得这面能卖出价钱去，你尝尝吧。嗯，挺好吃的。你要不要来点醋的？可以啊，真挺好吃的。那是不是还挺筋道的？嗯，下次再多余了那个饺子皮儿还可以这么干。嗯。